ワンさん、はじめまして、どうぞ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私、レイさん。俺はフリーク、日本人です。你小子讲中文，王菊听不懂日语。好，您来，好，您来。王菊您好，我是磊哥，我是来应聘的。我非常想加入你们的团伙啊，不，您的团队。我自己介绍一下子，我上一份工作啊，在日本奈良那嘎的，主要就是在马路上蹲点儿，蹲一个脸跟裤衩一样的人。这人经常参拜靖国神社，还和邪教的人狼狈为奸。我主要就是负责送他去见靖国神社里供奉的那些人。本人性格开朗，平时喜欢做手工，这个就是我亲手做的。我的特长可多了，而且特别喜欢研究日本文化。我对日本的研究那老深了，我之前为了研究日本文化专门去了日本东京，当时是夏天，哎呦，东京可热了，哎呀，热的我呀裤衩都湿了。我当时啊就在东京的图书馆里咔咔咔翻资料，哎呀，翻得老刻苦了。我这儿给您汇报一下我的研究成果啊，我发现日本的音乐都是走小调，而中国的是走大调。中国的民族舞蹈，比如说蒙古，那都是广袤的大草原上，动作都是大开大合，哼啊嘿呀呀妹的啊，不，巴扎嘿，那动作都是幅度很大，地方大动作就大。而日本那地儿动作小，它比划不开，一跳舞到这儿，你看都是这样的。你想啊，他一伸手给旁边人推海里去了，他哪敢伸手去？这话是不是到头了？我没事就爱研究这些啊，这属于研究日本的文化和历史。我特别懂日本的历史，想当年日本战国时期啊，说是战国时期，其实就是十几个乡在那互相打架，放中国就叫做民间械斗，但是日本那就叫战国时代了。你想跳舞都伸不开手的国家还战国呢？当时全国的男丁基本上全上战场了，成年男性基本上都打没了，都死战场上了。当时天皇着急呀，对着下面的就骂呀，不让打不让打，打打打木人了吧，这下逼了啊，加死逼了逼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有点串台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王军。哦，您问为什么日本天皇讲陕西话啊，这你可有所不知啊。史书记载，当年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日本，带了500童男童女，秦朝定都咸阳就在西安的边上。这些人到了日本，和当地的土著人结合，才有了现在的日本。所以陕西人就是日本的祖宗。当年日军在中国有个口号，就是打回咸阳老家去。所以你得闹得清楚啊，中国人就是日本的祖宗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所以天皇就说陕西话啊，不让打不让打，打木人了吧，难娃娃都死了咋办吧。然后天皇下面的大臣就着急呀，就跟天皇说啊，天皇啊，哎，您了别着急，知道吗？我呀给你出个好办法，哎，咱打破婚姻制度，只要能传宗接代，把民族延续下来那就行了。然后直接取消了婚姻制度，男性出去打仗了，家里的小寡妇不让在家待着了，都上街溜达去。你光溜达可不行啊，随身带好被褥，哎，那枕头都得扎腰上，这就是和服，也叫合欢服啊。然后日本民族得以延续。那问题就来了，这些孩子生出来之后他姓什么呢？一下回到母系社会了，娘是谁知道，爹是谁那可不知道了。当时给日本急的呀，怎么办呢？哎，突然有人灵光一闪，想起来一个决定，哎，绝顶聪明的好主意啊，在哪儿发生的事儿，这孩子就姓什么。比如说啊，松下，大松树下面，渡边，河边上，山口，山底下，二阶堂在楼梯上，井上，水井上面。我最纳闷的就是鬼冢，好家伙，坟头上就空刺咔刺空刺咔刺，这是个技术活呀。前有潘金莲倒挂葡萄架，后有小本子，坟头空刺咔刺都是高科技呀。而且我还深入的研究过了，
既然姓氏都定了，那名字怎么起呢？人家有办法，发生一次孩子叫什么呢？叫太郎，发生两次叫次郎，发生三次叫三郎。按照这种起名规则，那山本五十六，好家伙，这玩意儿你就不能细想啊。以上关于日本历史的研究全部来自于我在日本看的野史，如有雷同，不胜荣幸。另外我还会文言文吟诗呢，哎，王局您听听啊，他们说我吟诗啊有奇效，可以让一些人啊血压升到280，哎，来一段啊。哦，山上彻野者，我国奈良人也，幼年父见辈，少时嗜学，常入太学，然其母信义教，慎笃以致家贫，彻乃失学，平成14年从军，善射，平成17年退伍，隐于市，独居寡言，因其母兄皆为义教所害，熟至灭之。彻野善制兵器，作数冲，寻教主不得，故异于安倍，安倍者倭国之相也，与义教主交往甚笃，常布道于市，令和4年丁末月丁卯日丙午时，彻立于相七步之后，以冲刺之，相立崩，左右大乱，彻见服。太史公曰：为国除奸乃大忠，为母复仇乃大孝，不伤无辜乃大仁，舍身警示乃大义，忠孝仁义可谓侠士也。哎哎，王爵，哎，您怎么昏倒了？你怎么昏倒了？哎，王爵，你怎么昏倒了？你怎么昏倒了？你怎么昏倒了呢？你怎么昏倒了？